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次想介绍呢部 Sony 嘅录音机俾大家。佢嘅型号系 TX660， 卖点系袖珍方便，传输界面系 Type C， 内置咗16GB 嘅容量，亦都可以录制立体声或者单声道嘅声音。另外，亦都可以外置麦克风去到录制更好嘅声音。机身亦都有一个小喇叭，可以随时听翻自己嘅录音。讲翻我自己嘅使用体验，呢部机最方便嘅地方就可以夹喺啲衫领啊，夹喺啲袋啊上面啊，作为录音。因为佢细细部啊，就唔会咁阻掟。喺外边录音亦都唔会令到人哋好尴尬。录音嘅质素咧，我就觉得中规中矩，人声咧就比较清楚。作为一条保险嘅录音咧，亦都非常适合。呢一部机咧喺外国亦都非常流行。如果大家都找一部轻巧的录音机，相信这部 TX660 就适合大家了。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，再见。